在家呢，在我们的马路对面的这些的朋友，麻烦你要往后哦。你有看到就是我们的神将团，神将团呢，它在摇摆的步伐很大，就是打到会很痛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大家呢，来，现在大家看到这是我们的神将团哦。那我们有看到哇，这是非常大型的神像团哦，那嘞大鲤鱼哦，没有看到，就是一对一对的哦，这是我们神像团的大二爷。那五俗称五称呼迎六七牙不牙马五人欢迎小将军缓小将军哦。这是咱哦，济公会哦，中东总务，事事如意哦，咱四队的欢下中军哦，很少看到这样这么大的一个阵容哦，所以呢，大家只有在我们淡水大拜拜哦，才看得到哦。那非常欢迎呢，大家来参与淡水大拜拜哦。那此地呢，是由淡水平安师在这边所搭设的进藏红毯，欢迎呢，来自我们全省各地所有爱好庙会的众信徒啊，包含如果说你是三天出来玩，刚好呢，今天呢来到了淡水，也欢迎呢一同参与哦，这是呢缓小中分，这是呢的最公会哦。那我们在红毯对面的那些观众朋友，拜托你们，因为呢，我们的警示线是在栏杆后面哦。如果你现在的脚是站在马路上面的朋友，麻烦你们要往后退哦，不然等一下警察飞飞来的时候，他也会赶你们到那个栏杆后面哦。我们请我们的工作同仁来指示一下哦，在这边因为呢交通管制哦的问题，所以呢。大家呢也为了你们的安全啊哦，大家呢推到栏杆后面好吗？那你如果说看不到的话哦，麻烦你们去搜寻 YouTube 的板桥小咖，都有直播非常近的画面哦，可以让大家看哦。所以呢，拜托呢，在我们红毯对面的这些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呢要退到我们的栏杆后面哦，麻烦你们，谢谢。我们的范谢将军哦，其实范谢将军不论说是在我们的神将团还是我们八家将当中，大家都会看到哦，会有我们范谢将军，我们的咱的行将，啊是咱八家将当中，咱嘛有大鲤鱼哦。为什么他们两个都会同时出现呢？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，哎，很多比如说像八家将，他不知道其他的名称，但是呢，他看到七爷八爷，也就是我们范谢将军哦，都一定认得哦。因为缓霞将军他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哦，那接着兄弟情谊哦。然后他们两个呢，就是有结拜做兄弟哦。他们呢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也要同年同月死哦。所以呢，在一年呢村中的洪水大泛滥的时候，把呢村中呢来往的安全的桥梁给冲断了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我们的范谢将军呢，他们就是赶到桥边去，要救这个居民百姓哦。啊，当时呢，我们的八爷呢，他的身形呢比较娇小，所以呢，他就想说那个桥墩不大，然后也小小的，所以他就跳到河里面去护那个桥墩，让桥墩可以维持，让居民百姓可以通过。但是怎么知道呢？水越淹越高，越淹越多，所以后来不幸呢，我们的范将军呢不幸被水淹死了哦。所以那时候呢，那个我们的谢将军呢，他有拿着，因为当时在下大雨，所以他有拿着伞
在那边给范将军哦来遮雨哦。那后来呢，因为他一直喊着兄弟啊，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啊，他去看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呢我们的范将军为了救居民百姓已经被洪水淹死了哦。所以呢他当场呢在那边呢他有跟着他一起走哦。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很多我们的七爷八爷的神我们的神尊像，大家应该有看到哦，也有很多小朋友跟着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去庙里拜拜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说，哎，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，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舌头是吐出来的，那有一个人呢他的脸是黑黑的呢？这个就是代表呢，因为呢我们后来呢我们七爷他是上吊而亡的哦，那七八爷呢他是被洪水淹死的哦，所以他们两个人面相不太一样，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兄弟情谊哦。来，谢谢谢谢我们神将团，那来换一下将军哦。那为什么呢？他们的你们、我们刚刚有看到很多的神将团哦，但是你现在有看到那换一下将军后面用黄色的黑钩子，很像金子类的黑钩子，因为他们是阴间的哦，所以呢会有这个钩子戴在他们的头，这当成是他们的头发。那很多很资深的阿公阿嬷都知道这个歌曲有保平安哦，所以呢有时候他们在行进的过程或者是在表演过程，那个歌曲有掉下来，那个阿公阿嬷就会带回去哦给家里的孙子哦保平安哦，但是要他自己掉下来的哦，你不要他走过去你就用手给他抓一戳哦，那个不算哦，而且这样也不礼貌哦。那如果每个人都抓一戳的话，那个七爷八爷还没绕进完就已经变秃头了哈，没有头发哈。所以呢这个哦就是大家呢对神尊的一个尊敬之意哦，就好像看到神教一样哦，大家看到神教不要用手去摸它哦。来，我们用掌声来谢谢那管辖兄尊哦，今天事事如意哦，总共有四对，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阵容哦。那刚刚有跟大家